好饿，炸鸡，炸鸡！啊！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吧？不管怎么样，也太过分了，人都打了，我可是靠脸吃饭的。反正是你做错了，我是不会道歉的。我身不由己不行啊？你是动物吗？你是没有脑子吗？你是不会理性思考吗？你要是饿了五天五夜，你的行为也不会受脑子控制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就饥不择食？我告诉你，在我看来，你就是那种女人。那种女人？人那么多，穿那么少，不经过别人允许，就摸别人。没错，我就是那种女人。从高中开始，我的外号就叫性感女王，跟人约会都是由身体接触开始的，拥抱、握手。你之前不是问我是不是得了不摸人就会死的病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就是得了那种病，而且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我现在就忍不住想要触碰江之浩先生。哦，是我看走眼了，你确实不怎么样。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？不可能！为了吃，我的潜力是无限的。是你们 ？Hello， 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干嘛？我来了你就不能高兴高兴？可是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万一我还不在家呢？其实早就该来了，实在是太忙了，而且过两天还要巡演，实在脱不开身。好吧。我之前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来，让我们举杯，一起庆祝诗雅的独立。大半夜的跑到人家家里，还喊什么独立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个人好帅啊！我下个月要去国外巡演，一个月看不到你，现在看个够。哎呀，我拍照已经够辛苦了，你就别在这捣乱了。你是跟其他男人一起拍的吗？当然了。帅吗？高吗？帅。高。是呀，你最近怎么喜欢看童话书？我
最近迷上看书了。哎，实话，我现在已经快要饿死了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，江湖救急呀？你怎么也这样啊？一个心吧就够我受的了。喂，放手！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不准动我的储备粮。啊，终于活过来了，就碰。喂，你们俩是把我当充电宝吧？再说，隔壁那个不是挺美味的吗？干嘛把自己饿成这样？我就说嘛，世界上好吃的有那么多，干嘛要死盯着一个不放？下次找到可口的，就要像禽兽一样冲上去。禽兽？我像那种女孩吗？说什么呢？像。像。唉，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你们两个人会不加思索说出这样的话。可是我是吸血鬼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们出生到现在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们狩猎不都是为了生存吗？但他们人类只会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们。偶尔误会我们没关系，不要太在意。话又说回来，你的捕猎技术真是为零，要是换作其他人肯定会小心翼翼的不让人误会，你倒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上去。你是没有进化好还是因为蠢？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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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你。你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的食欲本来就比较强一点，你爸妈也比较担心。是呀，你真的很特别。我当然很特别了，与众不同。快说说我哪里与众不同。就是胸部尺寸跟你姐姐比起来。你再给我胡说八道，再给我胡说八道，我打死你。别打我了，爆米花是隔音有问题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认输。还敢不敢乱说？别打了，很痛的。哎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见面就打呀？还敢不敢再说了？还敢不敢再说了？啊啊！石焕，石焕，我也没碰他多久啊，怎么就昏过去了呢？没事，石焕还年轻，睡两三个小时就好。你别边说边给他盖白布啊，多不吉利啊！跟吸血鬼当朋友很正常啊，被吸两下。他以前也因为我经常晕倒。没事，就当减肥了。当艺人不能胖的吗？